针对超高海拔地区、空气密度低等特点，我们采用了单机容量3兆瓦以上的机型，最大单机容量达到3.6兆瓦，可有效提高当地风能利用效率。通过针对性设计，打破了高原风能有气无力、不具备开发价值的认知误区。 西藏错美泽谷风电场建成投产，为后续超高海拔地区基地化、规模化集中连片开发风电奠定基础，填补了超高海拔地区风电开发的行业空白。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错美泽谷风电项目打造成为一个超过百万千瓦的清洁能源基地。